大家好，我是盛博，我是赵明，我们是春雨哟。谢谢，哇，好热情。其实蛮感慨的啦，因为我们第一集的时候也是开场嘉宾嘛，然后今天最后一集，哎，刚好也来这边当开场嘉宾，有一种有始有你在干嘛？好想受女生欢迎哦！有，你刚刚充分用肢体表现这件事，我们都看得出来。对，你不想吗？想啊，我也想。你没有？有，我有，我只要是直男都蛮想受女生欢迎的吧？对吧？你骗人！你有没有用身体表现出来？哎，不过说到这个受女生欢迎，我正要做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几年啊？受女生欢迎的男生类型变得不太一样了哦？你是说某种风格的转变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像前几年就是那种韩国小鲜肉当道，有没有？朴宝剑嘛，对不对？宋仲基、金正恩，没有金正恩。你在看什么？核弹？不要乱发射核武，回来地球表面。但这几年是不是台湾的本土台客，哎，越来越后世看涨了起来？我就是要讲这个，但是到底是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是前几年邱泽拍的那部电影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茄子蛋帮他们谱曲嘛？哦，哎，知道吗？当男人练，对嘛？是，虾款啊，经典画面，虾虾米款？我记得小篆虾卡诺，为什么是写书法啊？你搞我虾泥一笔一画写满缅怀，你是什么书法推广协会是不是？当男人练字时，当男人练爱时，好不好？是当男人练爱时啊？对啦，是恋爱啦，搞错了，哎，不过说到这个恋爱，你有多久没有练功了？都已经要恋爱了，为什么我要跑回去练功呢？哎，欲谈恋爱必先自宫啊！如果自宫了，我谈什么恋爱啊？我靠，你是耳男哦！你谈恋爱就想着要色色而已吗？没有，不是这灯光美气氛佳，对不对？哎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然后有些事情很自然就会发生了嘛，对不对？真拿你没办法，没办法嘛，真拿你没办法，哆啦 A 梦啊！难怪你单身呢，不用哆啦 A 梦声音吐槽我啊，烦死啊！那你自己哎，你自己上一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？蛮久了，从良之前。从良，金盆洗手。等等啊，所以你之前是在道上混过是不是？也不要说什么道上混过了，就是那时候在讨债公司上班，有没有？然后就那时候的前女友，她老爸欠债 啊，可是她老爸又生病，怎么办？我只好去医院里面讨债啦。这好熟悉的剧情啊！起重机哦，其实在 NB 里面，坤达都起重机的。哎，送你，送什么？送重机。讲什么谐音笑话？烦死了！哎，老板，买槟榔吗？刘邦买槟榔，换一下代币的。你在汤姆熊啊？你在汤姆熊？我以为你在大马路上面飙车，结果你在汤姆熊啊？哎，历经唱秋怎样被羞趴你？历经秋行，怎样？来呀！拿什么东西？想学书法就说啊！当然来练字时啊！当然来练字时啊！永字八法绝对不是永啊，那是一排的吧？哎，林北淡水王机智听过无啊？听起来超弱的，谁会这样呛声啊？真的很怀念呢、欸，怀念什么？我以前都这样啊，年少轻狂有没有？然后拿着毛笔四处跟人家呛虾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你不是流氓，你是神经病、欸。而且那时候真的就是这样，台下就是有一堆小弟，然后听着我一个人在台上训话有没有？这么多人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来沉浸式体验，给你试一下。来啦，明哥呛一下啦。干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好凶！再呛一下。再呛下吗？林北淡水王羲之啊！哦，好呛！啊，这个时候台下小弟就会鸣歌欢呼来，鸣歌好，鸣歌妙，好配合、啊。鸣歌呱呱叫，这什么造势晚会是不是啊？棒，梁兆明，谁啊你？哎呦，我叫你来拖小弟来冲啥哈？哦，黑道大姐大吗？哎呀，忙叫什么大姐大？咱这讨债公司爱卡低调，叫阿姨就好了。房东阿姨是吗？嘿，来，阿斌，阿姨跟你说，家吼是你这个位去特小，药局迄间三颗，庙口迄间五颗，米达迄间六颗。颗是什么单位？三颗、五颗、六颗，高丽菜放进袋子变高丽袋。你们这谐音笑话，烦死了啊！来。阿斌，阿姨跟你说了，这样是你这个月的薪水，来 take it。薪水竟然是高丽菜，
啊，靠腰摸不掉啦，太近了。哎呦，跟你比较熟，你就这样把我摸。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这个年轻人真的很不错。你跟阿姨是什么关系啦？哎，来，阿兵，来跟你说，哎，那个医院那边有没有？嗯，啊，医院那边啊，嗯，哎呦，医院那边哦，要不要讲啊？好，医院那边哦，哦，一条小弯啊，特隆特别多，你待会哈去帮我看一下。啊，好。Bang。小姐，你老爸欠高利菜你知道吗？他今天要是欠一颗两颗我就算了，他竟然欠到三颗，哎，这不对吧啊。小姐不听我讲话。 Hello， 靠北，你谁啊？林北偷小的啊。特小，你要看一下状况吧。我爸已经躺在那边，那么可怜了，你还要来特小？你改天再来好不好？你什么态度？你动作你不是受卡走的你啊？哎，太凶了！哈哈，什么意思？这边你们要谈恋爱？哦，我们在演你的恋爱故事。对，这是我前女友。哦哦哦哦哦！这边你要爱上她，她要爱上你。好，谁先爱上她的？我。到底多喜欢邱泽啊你 ？Action！啊，不好意思吓到你啊，小姐。但是你今天要是不还我高丽菜的话，我晚上是要吃什么？吃你啊！先生，你是耳男哦。拜托，我才要告状好不好？我爸爸他就是吃太多的高丽菜，高丽菜中毒才会躺在那边超痛苦的。到底是吃多少高丽菜啊？他要在高丽菜上瘾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就像我开始对你上瘾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先生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？我可以告你性骚扰哦。哎，那我也要告你侵占哦。哈？你一个人侵占了，我要分给全天下女孩的爱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总之，我没有什么高丽菜可以还你，请你回去啦。是成功了吗？害羞吗？爸，我们吃晚餐喽。啊，好孝顺。今天晚餐是法式香煎鸭胸佐勃艮第白酒。你给我等一下，你给我等一下。小姐，你那么有钱，你给我先还菜。我跟你讲，你给我先还菜哦。放手啦！你那么有钱，你给我还菜哦。放手啦！刚才那是房东阿姨吧？你给我还菜哦，小姐。放手什么东西？我不会放手的。都跟你说了，放手。不要。再听。你的借口？什么啦？靠北哦，超帅的。哪里帅啊？帅在哪里啊？完蛋，晕船了。啊，成功了吗？我真的晕啊！真的晕也太恶了吧你！太恶了吧？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。真拿你没办法。等一下，他刚刚都在病房里面吗？看我的，真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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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东西？月老红线，我来示范一下，把红线的一端绑在喜欢的人的手指上，再把另外一端绑在自己的手指上。我没有手指，烂东西！不要迁怒在道具身上啊！再换一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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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是什么东西？恋爱传声筒，我可以干什么呢？只要用这个传声筒告白，声音就会大一点点哦。那就是传声筒而已吧，就是一般的传声筒啊。喂，特效哎。怎么了？喂，特效哎。为什么是你拿传声筒啊？我喜欢你。哦，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你就不要来乱的吧你。请跟我在一起好吗？帮我买铜锣烧。你就不要来乱的，给我回家你。可以吗？好吧，我们在一起。跟我吗？谁跟你啊？谢谢大家。我是皮亚哥，好，欢迎超人少年，我是吴志，好，我是志奇，我是徐波。